夏南哥，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啊？现在啊，我们只能证明太子的死跟信陵君有关。人证物证皆无，如何证明？是啊，光靠嘴说，谁会相信吗？少元君，不错，就是少元君。 赵盘公子，本君此次前来并无恶意。你说没恶意就没恶意，靠嘴说谁会信呢？小盘，向少龙，如今我虎符被夺，能够扳倒魏无忌的也只有你们了。我答应你，只要魏无忌一旦失势，我就帮你们除去赵牧，送你们安然回到赵国。内奸，你出去，出去，出去！你们两个别闹了，说正事儿呢。 内奸，梁君，你可有什么办法？方才你们也提到了少元君，我想只要找到他的话，有他在君上面前指证魏无忌，那……也就是说，魏王不再信任魏无忌，魏无忌也会因此失势。啊，那这么说的话，义父也会倒霉。你不是说要拿鲁公秘录跟我义父换吗？ 这是要干嘛？你干爹那个老狐狸啊，他怎么想的我怎么会知道呢？况且他说的对，要是能扳倒信陵君的话，这救出质子呢也就容易多了。那你是怕我义父了？怕？当然怕。你干爹是我见过最难对付的人。为师再教你一句话，这认怂的人才是真英雄。 哎呀，你俩鬼鬼祟祟说什么悄悄话？我俩什么都没说。啊，刘将军，少元君的事情就交给我们了。既然如此，本君就先行告辞了。嗯什么啊？ 脑子里想什么呢？师傅说的对，认怂的英雄才是真英雄。原来，我都以英雄自居，哪怕是把和氏璧的事情搞得一团乱，我也不觉得是我的错，都是别人的错。连义父也不会责怪于我。现在一想，义父完全把我当成一个小孩子来看。我决定了，从现在开始，我要推翻原来的自己。 做一个全新的我。你的意思就是说，日后你还是会回到你义父身边啊？以后的事情，慢慢来吧。算你小子诚实，长大了。好了，少元君的事情就交给你们两个处理，我现在去找一下大师。 真英雄！啊！你走路不长眼睛啊！对不起，走走走。公子，你在哪儿啊？公子，咱们在这儿躲藏了这么久，什么时候带我们出去玩嘛？是啊，奴家的胭脂都快用完了。 还有这身衣裳都穿了半个月了，要新衣服穿嘛？我也要，我也要，新手帕、新鞋子我都想要嘛。要要要，买买买！不过你们可得等些日子。师傅说的对呀，坏人就是有美女抱，有美酒喝，像咱们这样的好人，就只能干看着。有点出息，你师傅还说，坏人喝完美酒，抱完美人。 还是要被好人请，此乃套路。你看我干嘛呀？你看啊，少元君身边那些啊，一个个庸脂俗粉的，还是我们家星云最美。那是我。哎呀，你竟然敢拿我和他们那些女子比！嘘。 知道。
快点，快点，快点洗澡好不好？别动！进了本公子还不乖乖给我跪下！赵盘，哪里？站住！你们要干什么？你猜呀？猜对了有奖。我不猜。跟我们走。我不走，我不走！赵盘，饶命！饶命！饶命！你这点小破胆啊你！ 真给你爹丢脸！我问你，太子是怎么死的？不是你杀的吗？我这暴脾气！你说是师傅杀的？我怎么觉得是信陵君呢？信陵君，我怎么不知道啊？又不知道？知不知道？知不知道？我记起来了，我记起来了。 信陵君，是信陵君杀的。那信陵君是怎么杀害太子的？这个我就不知道了。又不知道？真的不知道吗？要不要帮你想想啊？要不然，你们告诉我。你是目击证人，我怎么知道？如果你真没看到的话，那要不然就算了吧。啊，算了算了，我师傅饶得了你，我可饶不了你。 饶命！不，别杀了他！快，快，快！别杀了他！割几块肉就行了。好嘞。动手啊！你去，要进去看看他呀！出来，出来，出来！赵盘，不是我批评你，你怎么现在脾气越来越暴躁了？就是。说呀。那日我与表哥就是太子，我们同在宫里，完事儿我父同出宫。 回来的时候就发现校尉谋杀了太子，那你呢？当时你在干嘛？我当时我见校尉谋杀人，我害怕他躲在床底下不敢出来。没过多久，校尉谋就带着晕过去的项少龙来到太子房间。赵盘，我什么都说了，能不割了吗？好，一会儿啊，我就带你去见魏王，到时候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，你可明白？ 明白了吗？全明白了吗？明白就好。他明白了。啊！你说什么？信陵君杀了太子？小人不敢欺瞒君上，小人亲眼见到信陵君的手下萧威谋。 杀了太子，嫁祸给了项少龙。老夫前几日在灵前观察太子的伤口，发现是从身后穿透前胸。如此说来，袭击太子之人是深受太子的信任，并且是剑术的高人。当日能自由进出太子寝宫的剑客。 恐怕只有萧卫谋一人。君上，我真的不是什么秦国人，这都是赵国的赵牧设的诡计，请君上明察。来人，传信陵君上殿。诺，速去回禀君上，本君即刻就到。 魏王召见，难道那边出了什么差池？方才我接到宫中线报，说龙阳君带着我那个不成器的外甥进了宫。难道事情败露了？本君不愿走到这一步。王兄，你可千万不要逼我。 臣叩见君上，姓陵君，太子之死，你可有话说？
秦国奸细项少龙杀害太子，臣无话可说，唯有全力缉拿凶手，以为太子在天之灵。你过来。将你所见原本道来。是。我那天我看见萧威谋杀了太子。你当真亲眼所见是他杀了太子？我看见了。姓林君，你好大的胆子。王兄，太子荒淫无度，若他继承大魏，我大魏的江山就毁在他手里。你杀了太子，你难道你就不顾半点血肉之情？韦无忌，你要造反吗？来人，有人行刺君上。吴家，君上，萧魏谋敢谋杀太子，魏无忌对您动武也不足为奇，请大王下旨诛杀犯上乱臣。拿下。拿下。信陵君，你敢造反？王兄，今日我所做的一切皆是为了大魏，还请王兄将城外兵马虎符交出。太子之死究竟是不是你亲自下的手？事到如今重要吗？将军，你我相识多年，今日我不杀你，我要让你活着看到我大破秦都那天。传令，君上因太子之死伤心过度，暂不理朝政。舅舅，舅舅，舅舅，我知道错了，舅舅，我错了，等等我，舅舅。哎，师傅，头痒啊，我帮你挠挠。哎呀，开什么玩笑啊！这信陵君夺虎符，软禁魏王，你不在这里想办法，还在开玩笑？谁说我不想办法？我当然想办法了。你想什么办法啦？我……你说话呀！还没想出来。三晋结盟大会就要举行了，届时质子难逃一死。啊！明天中午我们就拿鲁公秘录去跟赵牧换质子。师父，可是义父好像还没有要交换的打算吧？师父，你别这么看着我。师父，哎，师父，你到底想干嘛呀？为师这就安排一件事情给你去做。向大哥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相信这个人啊？静远，你怎么总是不相信我呢？我当然不相信你了。我问你，信陵君在入宫之前就已经有所打算，
是不是你这个叛徒说的？我真的是无辜的。你是无辜的，那谁是叛徒啊？难道是向大哥？难道是先生啊？我怎么不能做这种无意之举呢？先生莫生气，星云一时焦急才说错了话。星云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先生喷了我一身，你还替他说话？安静，安静，安静，安静！赵盘听令，明天中午长亭外，去通知你义父，我们用鲁公秘录去换质子。星云，是。一会儿再跟我去信陵君府上闯一闯。好。大师，哎，有。大师啊，明天还请您再接应一下我们。好。哎，这茶水不错吧？称王之事，二位侯爷无需再提。本君一心只为大魏强盛，哪敢觊觎王位啊？魏王已经被无忌兄软禁，称不称王又有何分别？是啊，无忌兄德才兼备，若无忌兄称王，我韩国愿助一臂之力。既然已经走到这一步了，无忌兄不如取而代之，免得再生枝节，功亏一篑。我大赵也愿意协助。哎，本君实不愿为。若再不出手，只怕我们大魏祸亡无日啊。大人，董匡求见。请。诺。无忌兄才从王宫回来，这范马的就闻讯而来。难道他们得知了此消息，故而来此？哼，本君也很好奇。大人，请董先生进去。有劳了，你不必在这里等我了。诺。请。数日不见，本君以为你忘了与我的交易，离开大梁了。大人请见谅，董某的家人也来到大梁，董某前去安顿，所以耽误了几天时间。既然是家人来了，何不安排在府中？哎，董某可不敢劳烦大人您啊。此次家人前来，董某已将这军马交易之事告知。哦，万匹军马不久将从家族中分批运来。哎，妙啊！只是，先生，可还有什么心事？这军马的交易数量之大，还请贵国的君主亲自批准。先生放心，君上与我情同手足，一分批令信手拈来。那董某就放心了，董某也好给家族一个交代。好，送董先生先下去沐浴更衣，待忙完这几日，本君完成一件大事，再与董先生完成交易。那就恭祝大人您大事得成，一切顺利。请。恭喜无忌兄，又添虎翼，万匹军马训成战车，虎狼之师，加上鲁公秘录，三晋灭秦盛况指日可待。万匹军马，其势之大，我大赵每年在乌家堡购马也不过数千匹。董匡此人，公子，公子，
告诉义父，明日午时长白长天，项少龙要与鲁公密路换质子。是，臣以领命。走。夫人，侯爷，何事？公子刚刚来过，让奴婢带一句话给侯爷。哼，这个混账东西，他为什么不自己来说？他怕侯爷责骂他吗？所以怕挨骂就不肯出现了？难道他还能躲一辈子？都是你把他给惯坏了。他说什么了？公子说明日午时城外长亭，项少龙将以鲁公密路交换质子。你先出去吧。是。这项少龙也真有些本事啊，这么快就拿到了鲁公密录。他之前拿假的鲁公密录来骗我，那这一次也未必是真的。侯爷，这次可能不是假的呢。是我，连晋。我猜明天赵牧一定会带你去，到时候你只要使用出一剑之威，就能兵不血刃的把质子救出来。不过你们不觉得这件事情太顺利了吗？只怕到时除了我之外，还会有更多的埋伏。哼，放心吧，埋伏一定会有的。明天不管交易顺不顺利，他都会找我走，到时候你们三个人留在府里面，找机会救出质子。那你怎么办？放心吧，我有鲁公密录在手，亮太也不敢把我怎么样。我虽然不是曹秋道的对手，但是对付赵牧手下那些喽啰还是够的。明日你我兄弟二人一定能平安救出质子。你我倒是放心，不过赵牧那家伙老谋深算，不知道明天会给我们唱什么戏。不过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。在信陵君府这些日子，我和连大哥已经找出了质子的关押地，就等待时机了。夏大哥，你明天一定要小心啊。放心吧，你夏大哥什么时候出过事？来。好像许久都没有一起看星星了，让我想起了以前在乌家堡的时候。是啊，赵魏两地相距甚远，却看着同一片星星。你说天究竟有多大呀？记得以前在乌家堡的时候，向大哥曾经说过，人的欲望有多大，天就有多大。我不觉得，天再怎么大，都大不过人的欲望吧。我刺了向大哥一剑，你们都很恨我吧？那我问你，如果这一剑是我刺的，你会恨我吗？刺都已经刺了，恨还是不恨，有什么意义吗？山有木兮，木有枝，心悦君兮，君不知。Thank you.
连晋大哥。侯爷深夜外出，可是有事要做。本侯带你看一出好戏。赵牧连夜出城，定是先行准备。他跟赵牧在一起，那我们怎么办啊？他们定是去长亭做准备了。我去告诉向大哥。哎，等一下，吴姐姐，你看现在质子不在队伍中，那赵牧及其手下精锐都不在这儿，正是救质子的好时机。也是。那这样，你去通知邹先生和赵盘，让他们去府外做接应。好。我已经让先生备好马车在外候着，只要一接上质子，马上就出城。嗯。美人别跑！来人呐！来呀，小乖乖，别跑！乖乖的陪少爷一夜，我保你一世荣华富贵啊！别跑，小乖乖，别跑，跟着我。你们干什么呢？君爷。轻薄于我，你可要替我做主啊！哎，你给我出来！哎，你谁啊？我们府里的人你也敢碰？哼！公子正。就你来了，怎么是你们呀？快走啊！不行，这里太危险了，你们赶紧走吧。不行，就算杀也要杀出去。走走。真的不行，这是信陵君府，只凭我们三个是没有机会的，你们现在走还来得及。你必须要逃出去，我们换装。夏云，换装不行，信陵君和巨鹿侯绝对不会放过你的。你现在给我听着，只要你不逃出去，我们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。吴姐姐，你听我的，先把公子正给带出去，然后再回来救我也不迟啊。你骗人，你是不是抱着必死的决心来的？我本就是无牵无挂之人，生与死有什么区别呢？现在可以把公子正救回国，还可以帮上向大哥，有什么不好的？可是没什么可是的，赶紧，不然谁都逃不出去。你快快跳啊，快，我接着你。快走！其他人呢？秀云呢？这里太危险了，回去再说。走！快！这位就是质子吧？没错。若我所料不错的话，这位应该是邹先生。在下嬴政见过邹先生。哎，星云呢？问你们话的星云呢？你们这样对我，正感激不尽。若是星云姑娘有任何闪失的话，我怎担得起这救命之恩呢？星云为了救我们，自己假扮成质子留在了密室里。你说什么？对不起，我没有照顾好她。正也十分惭愧。不行，师傅，停车！我要回去救星云。我跟你一起去。且慢，单凭你们二人，如何能进得了信陵君府救出星云？只怕星云没有救出，你二人反而陷在府里成为人质。不如先见到了少龙，从长计议。也是，单凭我们二人根本没有胜算，要是向大哥在，胜算还能大一些。哎，那我们现在去哪儿？只能先去找连晋和向大哥，再想办法把你送回秦地。孤身前来，果然有胆识。侯爷，质子呢？你这么关心质子，
难道你就忘了你的好兄弟了吗？靳少，龙少，我们都被骗了。项少龙，只要你把鲁公秘录交给我，我就放了你的好兄弟。鲁公秘录在我手里，不过看来我们今天的交易要泡汤了。平等才是交易，你没有这个筹码。我认为你说的对，但是如果你想拿到鲁公秘录，就先把连晋还给我。先拿回鲁公秘录。动作要快，姿势要帅。好，别追了，先拿到鲁公秘录要紧，他们两个逃不出我的手掌心。参见侯爷。我说你们呀，刚才都去哪儿了？我不是向大哥。质子啊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刚才我还想着怎么去救你呢。你真的假的？向大哥，我当然是真的。不是，我当然知道你是真的了，跟你开玩笑的。那这样，既然质子在这里，我们就直接出发好了。星云备车。星云。星云。星云姑娘为了救我，假扮成我留在了信陵军府。你怎么能把星云留在那边？质子就是，巨鹿侯会杀了他。当时情况紧急，他非要代替质子留在那里，我拦不住他。你拦不住他？你武功比他高那么多，你拦不住他？你就是硬拽都能把他给拽回来，你手呢？好不容易救出来一个，现在又送进去一个。你放心吧，即便是死，我也会去把星云救出来的。现在最要紧的是要先把质子送出城，好让我们没有后顾之忧吗？大师，这次质子出城，还得靠你帮忙。我可以用去齐国不学的理由出大梁，届时质子随我的马车出城，我相信他们不会抄我的车。出了大梁，质子可以转道回秦国呀。那这样最好不过了。哎，向大哥，听说庆儿受伤了，他可还好啊？啊，他很好，现在住在城外，放心吧。那我就放心了。哎，我想去看看他。哎，表姐已经和师父成亲了。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。圣人不仁，以百姓为刍狗。
姬，你穿的是什么？你这是僭越重罪！哼，大权不在，这王位也与你无关。当年你占着长子的先机，怂恿群臣，不然这大魏的江山本来就是我的。哼，魏无忌，这么多年来我哪里对不起你？你说，你说说，寡人哪里对不住你？天下纷争，群雄并出，若你坚持抗秦，无忌为了这一生清誉，也不至于会走到这一步。你这个逆贼，我要杀了你！你看看你自己，还像个一国之君吗？大魏若在你手中，终将衰败。兵符在我手里，你判不了我的罪。抗秦，唯有举兵抗秦，才是保卫我大魏的唯一出路。列祖列宗若在，也一定会支持我。你放肆！明日太子祭典，我会杀了秦之子，正式对秦宣战。你敢？我还有什么不敢的？我兄，你若乖乖听话，我尚能保你一命。活命与否，你自己选择。来人，在，把他给我关起来。没有我的吩咐，任何人不准放他出去。诺诺。王兄，好自为之吧。魏无忌，你这个逆贼，你不得好死！你不得好死！魏无忌，你对得起祖宗吗？啊！魏无忌呀！周王室示威，三家分晋以来，吴国之时久矣。如今七分天下，秦国暴政，妄图吞并吴国，吴国太子勇于抗秦，只死于秦国奸细剑下。这口气，魏国不能忍。